OK，大家准备一下这个第六课啊。分完有，我看一下，忘记有分完多少课。等一下，这个。OK，第六课啊，大家拿出来一下啊。分完还算，我觉得还来得及啦，因为不是很多，分多上去很多，每次赶不及的他们啊。然后啊，分多你有考回分完的东西的，你不要丢掉你的纸，你知道吗？谁丢了他的纸啊？所以啊，没有，我问你不好啊，你不可以丢掉你的纸的，你要收到风吹啊，全世界听住啊，知道吗？东西收起来，收到风吹。你的笔记，我真的有学生这样的，他一个 MCU 还是什么回来哦？等下我要是全部没有掉，没办法了记得啊，大家收起来。OK，好了，来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OK，periodic table 之前哦，你看啊，我们写了很多东西啊。第几组哈？Kumpulan satu 的，Kumpulan tujuh belas 的，他们都有名字的。Kumpulan lapan belas 的叫什么？我们怎么写了啊？是啊，OK。然后打横呢，我们叫它 kala。哦，有 kala satu、kala dua、kala tiga、kala empat 啊，kala lima。所以 kala 有一到七了，Kumpulan 就有一到十吧。可以啊，这个啊没有问题，好的啊，我翻了啊。OK，来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我们看。金属跟非金属的差别，我知道你已经会有的这一个金属跟非金属什么差别？哦，有很大差别，是吧？OK，导电啊、导热啊这些都可以用。对，现在我们来看变了马来文，还有什么？有什么字可以写？要讲写啊？OK，如果是问共同点，bersamaan 是共同点啊，similarity 共同点。大家可以写一写，共同的共同点点。如果是问共同点啊，其实非金属啊、金属啊，都是这个什么元素来的。Kedua-dua adalah unsur, ialah unsur 元素。Kedua-duanya，这里多一个 n 啊，有只有一点点小错误，我会跟你讲哦，多一个 n。两个都是元素啦，不同点是这样，不同点啊，有各种方面的不同。OK，这里是金属啊，谁不懂的你就写一写啊，这是金属，这里是不干咯，干非金属啦。OK，首先它的这个啊，g k i l a w a n 就是它的闪光度，或者是它的表面啊，闪亮度啊，闪亮。哇，OK，这是会闪，不要写闪亮的，像它的表面光滑度，对呀，光滑度。它跟金属的其实属于，很素，我放大一点，看到吗？它是金属。可气，光滑度，我就说，叫什么？OK，它的光滑度啦，可以了，光滑度。就是它表面是怎样？有时它不用这个字的，你不用担心，它用 permukaan 就是它表面怎样啊？OK，说、so, shiny 的 material 就是它光滑的咯，光滑表面。这个的是啊，uda 是暗淡，udara 哪一个？第二个哦，好像是哦，第一个啊，OK，暗淡的表面。表面暗淡是非金属啦，比如说木，其实不一定是全部的，不过这个是大部分的非金属，是这样的不是哦，这样这个不是光滑了咯，如果讲粗糙的话，Vekila 是闪光啊，发闪，它叫就是发呃光滑，嗯，光滑咯，啊，光亮有光泽，叫什么有光泽？你也可以写光泽，这样有光泽的，它不是滑不滑，其实它
还是这个写光泽度比较好。Sorry 啊，有时候我会换一下，因为你直接翻译华语哦，它也不一样的，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所以要找到最适合的那个意思。OK 啊，那形容词啊，不但是暗淡，那表面暗淡，它颜色也不是发亮的那种哦。OK， 然后第二个说这个那个很容易啦，其实只是你要知道那个字罢了啦哈。Berkilau 还有 Pura， OK， 第二个啊。Ductility 这个是 Gemuruhan 啊，是它的延伸性、延展性，它能不能拉成连线这样？延展性啊 ，OK， 这个是可延展的了，可以伸缩，可以哦，好像它有一点点融化哦，你就可以拉成连线了，拉成连线可延展啊，是跟拉成它的粒子啦 ，OK， 拉成连线，拉成。跟线有关了，这是一个例子啦。它可以延展，可以拉成电线。哎，写华语，伟伦。OK， 可是这一个呢，不能拉的，你拉它就碎了。这个是 rubber， 是易碎的，很容易脆掉。rubber brittle。一灯一有进来有吗？没有在哦。Rubber 啊。OK， 然后呢 ？Malleability 是它的可塑性，可玻璃灯巴胺，它可以塑造成各种的形状。哦，可塑性，它可以塑造成可以各种形状，这个是玻璃的灯巴咯。哦，可以。塑造形状，塑成各种形状。可是这个是不能啊，低大玻璃的灯泡，知道吗？玻璃的灯泡还有低大玻璃的灯泡罢了，这个容易写的。全部写华语啊，等下我问你了。如果说、okay?哦，我也是啊，只是看这里，我会跟全部人讲啊。我还在讲，在还没有写吗？可是刚好做旁边，我最近有没有，知道吗 ？OK， 个瓜蛋热刚案来，大家，它的个瓜是什么？强啊，它的强度啊，这个热刚案哦，它叫 stretching 啊，就是它能够肩对也是肩呐、啊、，stretch， 好像英文呐、啊，我们讲 stretch 就是好像可不可以拉叫什么？拉它，弹力也不是，延展力，其实它是它的弹力不是，个瓜蛋热干干，哦，拉力，伸展，等下啊，我看一下有什么适合的哈，其实不是 ，OK， 拉力。OK， 它可以讲是拉力，就是好像我拔它 ，OK， 我把它拔拉它，那个金属哦，拔不到的，这个是一个金属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很硬的，拔不到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可是如果是非金属的话呢，有可能可以拔到，大部分啦、啊，哦，比如说 plastic， 啊，不要讲 plastic， 就不是 plastic， 还有什么啊？非金属。OK， 所以这个很强，这个弱啊，弱就是它容易断掉，就一拔它就断了。玻璃，是啊，真如果是比较普通没有掺东西的玻璃啊，它其实蛮弱的嘛，是？哦，那种便宜的玻璃，你一拔，哎，它可以断掉的哦。啊 ，OK， 所以这个是它比较弱啊，容易断掉，容易断，大是断掉，嗯，发不出来的。啊，这个很强哦，哇！会咬的字你当然你可以不用写了啊，我只是要写下去容易看吧。所以我们可以不会拔拉它呢？啊，它的拉力怎样呢？这个很强，不会断，可是这个会比较弱，非金属哈、啊，很容易断掉。OK， 可 conduction 好吧？这个就是导的能力了，这是导热啊，哎，导。热能力 ，OK，
Okay, 倒的能力啊，你看啊，是这个倒吗？哈，汤勺。它是这样的，可 conduct 线呢、啊？这是导热能力咯，OK，导的能力啊，导热能力可扩大线好吧？所以金属是好的导电体啊，by 这个是 le ma，OK，挂还是 le ma，by 还是 di da by 也是可以，导热能力啊，一等你跟着写啊，OK，然后到这个戈登巴旦 density 是什么了？学过了的，还是？你都。啊，密度，OK，密度啊，密度高，金属的话密度高，就是它的粒子呢是密密麻麻的。非金属你可以想，氧气也是非金属哦，水也是非金属哦，所以密度低咯，OK，比较低，大部分啊非金属密度比较低。OK，再来，大概勒波，大概你的大概勒波是熔点啊，是个熔嘛，融化熔点。融化点、熔点的，是吧？看滴滴是沸点，沸腾的那个点，哦，是金属的沸点比较高啊，大部分比较高啊，就是可能你要烧到它1000多、2000多度啊，它才会熔掉，对吗？可是大部分的非金属熔点比较低，或者是沸点比较低，比如说空气、氧气，你看。它沸点很低，低到它已经是氧气哦，在我们的室内温度啊，零下的，对，OK，大部分呢、啊，不是全部，但是大部分，冲动，金属的粒子你懂吗？金属的粒子你会有吗？熟吗？你要懂几个，然后他叫你给粒子，你可以给粒子吗？Aluminium 是什么了？铝，很好，我们得空讲一下啊，如果你不记得的话，你下要记啊哦。不是，耶，不然来这么的。哎呦，这样厉害的，做电线的那个黄铜，对，铜啊，电线铜啊，我就叫它电线铜。还不记得的不要紧，现在要开始记哦。这几个是最常用到的了，还有 magnesium，各种的很多啦，zinc 啊。非金属要讲解，你可以给氧气，oxygen 可以啊。iodine 是黄药水的那个成分。其实我看黄药，阿尤代有没有华语啊？如果有的话，给你。阿尤代，它叫，哎，它叫碘了，算了啦。黄药水的成分呐、啊。我只是给它的用途，这样你知道它来做么嘛？我们记那个华语。什么问题？风是空气在动。啊，OK，chlorine 是。游泳池啊，游泳池的味道啊，OK，carbon 是叫碳，carbon 唯一一个我可以给到你华语的，它叫碳，carbon 是碳，是啊，所以粒子记起来了，改天你它需要你给粒子，你可以写，OK，大家写一写华语啊，吉利啊，知道吗？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？有什么东西奇怪的问题也是可以问，我尽量回答你。像空气有没有风这样？我尽量回答你，不要紧啊，不会你就问。大学。你好像这些元素啊，它的功能来做什么？我懂，我会跟你讲，我可以老实跟你讲，我不懂全部，那你可能我懂全部嘞，这样多，下面这些什么来的我不懂的，我们没有学过的那些是化学家他们学的吧，他们要知道的。OK，所以呢，大家刚才我们学的东西全部是元素。OK，金属有元素，这金属大多数是元素来的非金属呢，有一些是元素，就是从里面找到的啊，这里啊，加到巴卡拉里面找到的就是元素了。OK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，这一个说元素，马来文叫什么了？元素叫 unsur，哎呦，OK，我们看第二个啊，这个叫掺，我给它的华语叫掺杂物。这个，你写一下，有三个东西的元素、元素、掺杂物、掺波浪，还有一个我叫它混合物，混在一起，用化学方式混在一起的，叫什么掉？有三个东西，yes。所以这个你要分清楚啊，
所以元素没有问题，因为它就是纯的，没有掺东西，对吗？重点在强迫让跟什么掉，一个是掺杂，一个是混合啊。我还是我们写了先这个，来，大家你跳去第七面一下写了先，这个你写混合物，好吗？Online 的啊，注意啊，你写了这个先，我跟你分一分，你跳去第七面写，好的话你写这个第七面。为什么我用这个字？如果你在字典找哦，它全部都叫混合物的。可是化合啊，可以耶，化合物也是可以。哦，这样我们用 sorry 啊，我们用一下化合物，我觉得这个更好。那个华语也可以用。为什么我分掉它的华语啊？掺杂就是你这样啊，拿麦络掺水，得得得得捞捞捞，就是叫讲波浪了。可是化合或者是混合，就是要用到化学方式。这个你懂它叫化合物的，很好啊，OK，很重要啊，它真的是有差别的啊，OK，大家好了哦，OK，我们翻回去刚才那一个掺杂物前，讲不烂，好，这讲不烂，刚刚我讲就是 Milo 掺水，你捞捞捞就可以了，讲不烂的确在家就做到了，是吗？其实什么酱在家也是可以做的，有点难度了啊。抢不烂就在家，你平时做的东西就可以做了。你要买诺餐隔壁也是可以吗？是不是？啊，那些二合一、三合一全部都是抢不烂。甚至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我们的水喉水也是抢不烂，知道中吗？只是水喉水吧，因为里面有水，然后有细菌，有没有一点沙呢？可能有一点泥土哦，等下我们没有喝的嘛，是不是水喉水啊？啊，因为掺了很多东西，就是这样子捞在一起罢了。OK，所以你要讲解释，the divi daripada dua atau lebih unsur 两个或以上的元素或 sebatian 啊掺在一起就是了。sebatian 是改那个咯，化合物咯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它的掺杂是 secara physical，一个是 physical，一个是 chemia。如果是讲 physical，就是讲哦，你自己捞捞捞，就这样掺在一起，叫 secara physical，OK？、Okay? 直接的，直接掺的啦哈，这个 secara physical 没有华语的，直接掺的。我讲直接啊，直接掺。如果是另外一个啊，那个 sebatian 哦，化合物哦，是 secara kimia 的，用化学方式来掺，这个是直接掺的，不掺的。这是人哦，有个提手旁是吧？接餐，OK。好，卡埃拉本阿辛安分开的方法，卡埃拉是方法，哎，本阿辛安是分开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全部让分开，比如说大家你现在直接想一下，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会有的，只是我们要读好马来文吧。想一下，大家，如果我要分开。盐跟沙，跟我讲整个过程来。盐跟沙，你这样不用，也是，其实都是很麻烦的。不过你确实，如果你要一个个挑也可以。铁首先放水，这是第一个，捞捞捞捞捞，接着盐会融化啊，然后就到那个了，沙不会融化啊。所以首先放水，接下来过滤，对吗？你想啊，逻辑的这个大家会了，过滤了过后怎样？过滤了上面出来的就是沙了啊，沙你拿到了，盐要怎样？现在盐是水来的，对了，burn it 加热它，boil it，沸腾掉它，煮到了沸腾，你就剩下盐了。对，你看你会了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刚刚你讲的东西，都是卡一大本阿星安强迫的。哦，会，他等下有人问海水真的是会变成盐呐、啊？我看过这个，我觉得我很厉害的啊！它叫什么来、啊、salt，惨了，叫什么东西、啊？盐田还是什么啊？Sorry 啊，我不懂它叫什么名啊，我想要找一下 salt fuel 啊，放在海边还是哪里堆那个盐田？这个我也是看 video 来的。哦，它就这样堆，然后它不用特地去煮，因为要煮的话要用到很多能量啊，所以它就堆填咯。
给那个太阳晒晒晒晒干，然后把那些硬咬的刮上来，刮上来就堆一堆一堆哦，盐我觉得田。你这样，哎，你你们看直接哪来的那一点哦？，soft fuse 不可以直接吃啊，我不懂哦，这样不错 我哎，不不好讲错做的这了，个不东错西，了，做家应该有一些加工啊，应该还有一些加工要明做的，白，可能所要以炒干还是怎样啊，我也不懂还要那保个，鲜是吗？哦，是哦，说这个是海水的咯，哦。海岛不出你的学校你看还有没有给你煮盐呐、啊？没你有。真的是没有，它真的是可以煮出来的，不多啦。你要以很多盐水，然后煮出来一点点吧。OK，所以这个分开的方法啊，我们叫 stochastic physical，就是用体力是可以直接分开的。OK，比如说铁粉那些很容易啦，铁粉会啦，用磁铁什么，那些是 stochastic physical。OK，bergantung kepada sifat-sifat fizik，要看那些里面的材料啊，它们有什么特征。它的熔点啊，能不能融化啊？它大小啊，这些叫 sifat fizik，OK，这些不用管它了。然后你要拿到什么东西？好，所以第一个来这些啊，不懂的话，华语你可以写下去啊。Penurasan，你看这样，这个叫什么？你看图画也可以，这个叫第一个 Penurasan 叫，看错了这个。哦，OK，在实验室，它是一个 corong duras，还有一张纸。就是我们的filter paper，各大 stulas，它是圆圆的，还是白老色的纸，我们把它折一半哦，这样啊，这段时间做过了。有啥？折一半啊，然后再折四分一，这样的，你那个水电啊，你看得出我在做什么？然后你打开其中一页，打开其中一页，就可以把它做成 logo 放这边。然后你也倒那些东西下去咯，这样咯。啊，所以是过滤来的第一个，OK？这个是过滤啊，大家记起来啊，那个马来文啊，本努拉善过滤，变很干净的水啊，是咯。啊，因为那个哥大苏拉它的洞真的是比较小了，还可以过滤到比较干净。OK，所以过滤是为了分开温度门阿信干。我跟你讲啊，他有可能叫你解释，或者是他问你为什么用这个方法，因为本炉燃上可以门阿信干，波波椒跟球球 A 可以这样讲就好了，波波椒打里巴的球球 A。哦，温度门阿信干啊，我就讲到啊，波波椒打球球 A 就可以了。为了分开，它滴到拉肉是不融化的啦，啊，你要写这个也可以不融化。为了分开没有融化的固体和液体，OK，这是固体啊，有解吗？有解啊，华语不会的写下去啊，我们阿信刚才不懂的你要写下去啊。说它的粒子分开沙和水咯，哦，第二个苯硫磷铵什么来的？什么苯硫磷铵？你看你的图，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它这样煮，有用过吗？有玩过吗？这个，哎，这个叫蒸馏啊，蒸馏水知道吗？啊，蒸馏，牛铃啊。说，比如说呢，现在他在煮的是艾露，这是最干净。其实，他在煮的是泥水啊，出来的东西是蒸馏水。说，艾熟林是蒸馏水，你看到下面这个吗？蒸馏水，OK。说、这么这样麻烦呢？不是煮滚就可以了咩？你看啊，首先，如果啊，你想象啊，这么它这样多嘎仓啊，如果我们只是煮啊，OK，啊塞这肯定是要的咯，这个你懂哦，是不是？塞这了，给它透气出来啊，那个空气会这边跑出来啊。现在，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话，慢慢的水蒸气热吗？热啊，热到这个管哦也是很烧了。这样的话啊，等下水蒸气出来啊，它就没有办法遇冷变回水，它就因为这个管也是烫的哦，它出来哦，它还是这样跑掉的，因为它是热的气来的，所以外面这个东西，这个叫 liquid condenser 啊，condenser liquid 是做么呢？它是哦，你透气水喉，透气水喉那边啊，是啊，这边有个水喉，你透气水喉，那个水一直进，这边一直出。所以这边哈是一个管道包着那个水管哦，它是水管来的，包住它，给它一直都是保持凉快，保持中间那个管是冷冷的，
所以你的那个水蒸气，等下来到这边哦，那个水蒸气啊，它一遇到这边，哇，冷哦，它就变成水哦，它就会滴出来的。我要做那个实验，有吗？做实验。在中间哦，然后你盖上这样水上来。什么？拿纸块堵着，然后盖上，别让这样水上来。在这水会上哦，那个是氧气的那一刻啊，它烧掉氧气了吗？就是 OK， 所以 liquid condenser 啊，可以看一下这样，你看看得到吗？我试下开大眼啊，这样开大，这样 liquid condenser 这个我不懂你，你会不会有做到这个实验？这个 liquid condenser 很喜欢问的，哇，它会出来啊 ，OK。这样啊，所以这边哦，它是透去水喉的，它要这边进，这边出啊，它有可能它会问你哪里进哪里出的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不会倒转回来，我跟你讲，高的那边是出的哈，你要不要猜为什么？大家，你用你的方式跟我讲，为什么这边进这边出，这不可以上面进下面出？你想一下。它的性什么啊？讲一下什么意思？上面做是就，还一定要这边进的，然后这边出，为什么？它的水就可以这样喝啊？啊，也不是，它没有透到里面的这个，它就是透去里面，是为了冷却中间那个管啊，要不然中间那个管很烧。给它啊，来气啊，OK， 水蒸气在这边，哎。然后水蒸气啊，在这边，这边，然后这边，它就没有地方跑嘛，它就要跑来这边，然后到这个管哦，因为旁边有水凉凉的嘛，它这个管是冷的，它遇到这个管，它就是变回水滴了，然后它就滴出来哦，你滴变成水滴，在这边啊，滴出来这样哦，所以为什么？外面那个管只是透凉凉的水去冷却中间那个管道，可是为什么要下面进上面出？它是逻辑的，其实它跟下面进上面出。你想象啊，倒转回来的话，我们想象啊 ，OK， 上面进啊，那个水会去哪里？如果上面进啊，它就会直接从这边流去下面，它不会包围整个水管，它不会装满这整个东西。如果你上面进啊，它不会装满整个管道了的嘞，它是直接，如果你上面进啊，那水直接流，哎，就出了，这边不会有水啊，这边不要紧啊，这个东西是 extra 的，我只是要，如果你懂的话，你就不用死背哪里进来出，不要紧啊 ，extra 的，这个是 extra 的，你要记得啊。水是下面进上面出就对了 ，OK？ 他问你哪里进哪里出的话啦，哈 ，OK， 好，这个叫 liquid condenser。我擦掉一下那些东西。OK， 接下来说这个是蒸馏，它要分开给蒙阿辛干，哇，这个他蒙一下 ，OK， 不要紧啊，你记他意思就好了。然后它分开。他拿到干净水的这个是 OK， 蒸馏是可以拿到纯的水啊，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细菌有吗？死完了没有？泥浆有吗？没有哈，因为泥浆没有蒸发，它不会上来只是水罢了，所以这个很厉害的啊，爆炸不爆 ？OK， 这个 magnet 就是用什么啊呢 ？magnet， 磁铁啊。啊，他用镁呢，蒙古那干镁呢就可以了。拉格密沙他是分开，他讲分开用磁铁。如果有用到铁粉，你就用镁呢啦，这个很容易啦。铁比较吸到，吸不到，因为没有铁在里面啊，要有铁才可以啊。啊，如果有铁粉，好像这个呢 ，Sabobasi 就是铁粉了 ，Iron Filings， 哦 ，Sabobasi， 然后Sulfur 硫磺不是铁来的，硫磺黄色的粉来的。OK， 本恩那巴 sedimentation 这个是沉淀呐、啊，沉淀其实是让它沉淀，让那些大大的东西沉淀，然后你只是拿上面的水倒出来，就这样，好像你煮面意面这样的嘛，你煮面意面啊，你要倒掉那个水的时候啊，哎，没有煮面意面，
有啊。如果刚捞麦给面，然后你要倒掉水的时候，你就等它沉淀哦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倒掉上面的水罢了，就这样。哦。啊，我们的当地水啊，就是从湖来到你的家哦，有这个过程的，这是其中一个过程。我们好像会读到，先让那些大大块的东西沉淀先，啊，然后过后当然那些小小还有啦，小小的肮脏东西还有再过滤喽。嗯 ，OK， 写掉它，华语写掉它，本文啊，班沉淀，小吗？小。呀，小吗？喂，本文啊，班，本文啊，班，快。嗯，不是这个，你写本文里面中了第四，本文里面没有写，你看，给我写这个，快点，人家全世界等你，第二写真溜。啊，你是这样，对，这里没有写喽，死不了，死不了啊！啊 ？OK， 来接下来啊，然后本阿崩案，这个是叫悬浮吧？我们用这个，你知道什么来的？你这样看。我们用悬浮还是浮啊？给它浮起来 ，floating， 悬浮了，都是悬浮啊，浮起来了 ，OK， 浮。大家 ，OK， 这个是如果有油跟水啊，这个家里有一些人的家有用的，不过我们通常很懒惰用的啦，就是那个很多油的东西，啊，他们下面这个好像水喉浆的，下面这个啊。好像水喉这样的，它可以开开的话哦，水就流出来，然后到差不多到油了就关，你就剩下油在上面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哦，我家有一个啊。OK， 哎，大家看啊，这个是拿来分开什么呢？拿来分开，温度没啥干，悄悄的，让，我们不要一个东巴蛋白质。就是这个啊，听啊，密度不一样的液体，密度不一样它就会分开吗？对不对？密度不一样啊，那个液体就会分开，不一定只是油跟水的。哦，密度不一样的液体啊，它会分开就可以用了，用苯阿崩胺 floating。OK， 看这个 separate， 哎不是，它有一个什么什么神奇的油。分开油，汤，哎，不是汤，是汤，我要倒的是汤，汤，我找华语啊，因为这个在淘宝卖很多。啊。安静可以啊。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神器，不是哦。吸油纸啊。什么？这个。哦，假的。哦，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假，知道啦。你知道？谁？哎，等一下。假的，看很多呀，很多老师啊，很多。什么放冰上去的？不是。刚刚是那个厂子啊，可是它逻辑啊，你有老觉得它假，是因为哎，这个什么食品？这是这个烧子自己做的一锅鸡汤，告诉你们怎么用啊，用这一边抽，用小火里边倒出来，好啊，不要眨眼哦。很大声哦，这个。有海。等一下，我在学烧。啊，不是啊，咦，是不是这个颜色变白色了？对哦。对喂。我跟你讲。白色，变成其他。喂，等下啊 ，cut 了哦。哎，10:30跳了的话，35分回来呀、啊。啊。35。不要，我不要你出去，很吵。35。你可以做后面的练习先啊，大家。OK， 他卡了，我不要开哦，我不要开，他有点卡了。OK 啊，等一下，好，所以呢，分开油跟水啊 ，floating。最后是不是最后 ？Chromatography， 大家。Chromatography 是拿来分开颜色的啊，这个回来我可以开给你看，谁有做啊？这个啊，这个很好 ，OK， 它是拿来分开它跟它的溶剂啊，它讲分开，因为好像我们的颜色啦，比如说一个黑色，你拿什么颜色？黑色是啊 ，OK，
如果你拿黑色啊，它分出来是好几个颜色来的。其实它会因为每个颜色哦，它的那一个密度不一样，所以它会被这个水啊分散掉的。等下我们可以看到，OK 吗？啊，它拿来分开颜色的。Mengasingkan komponen di dalam berwarna，OK？这个 chromatography 我会给华语啊，不用华语。Component 是成分呐、啊，成分贴。Berwarna 是颜色，颜色里面的成分它拿来分开。就你可以看到，比如说，青色分出来是蓝跟黄这样咯，是啊，是吧？嗯，要回来我给你看啊，这个啊，chromatography。OK，好，你可以去看看后面的练习啊，也是这边，哦，这些可以做了，嗯，这几些全部啊，这些都可以做了，我们已经讲了，我们全部让什么掉还没有，到第四题都可以做了啊，这个你去分开一下啊，要回来我讨论这个啦，第13面的第四题，哪一个是金属，哪一个是非金属，你可以参考。前面有的资料啊，找一下金属跟非金属，OK？然后等下我们回来，OK？我跳了先，等下见，35分见啊，大家。